燃烧衣的铁铲，哎呦，我有燃烧衣铁铲，我刚拿来挖东西。我先去做个保护二的协会好了，我把垃圾全部吸回来。哎，都没怪啊。哎，这里有一个金装的，蜘蛛也会掉吗？会，都会。哎，我发现那里好多。为什么又有了？好，来吧。啊！哦，哇哇！快放水，快放水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不是被自己烧到了、啊？对，脚粘到。哇哇！哇，等级不够呢。哇！对不起，我怎么是射到那个人就喊对不起？对不起，发现怎么了？我明射到苦力怕啊，就是要传。发现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对面有火把，是你们插的吗？不，不是。哦，哇！乱吓死，小鹿乱撞的感觉。好可怕、哦！天哪！来，你下去。这是喵咪吗？嘿，我家的喵咪。这趟船越来越多了。哇！对，对面这个船不是我们的，对吧？火把？不是吧？是，应该是别人的。哦，傻眼，效率六的钻剑，你要、哦？对，有啦，我们有运气了。傻眼，还是有抽到五星啊？对啊，那五星没什么用，装饰用。可以星包罗，才不行呢、欸，效率根本就没有。你会不会看会不会很快？不会啊。对啊。这效率、啊、那个跟攻速没差、啊，对啊，想骗，还想骗哦，哦，有怪，地上好多垃圾，好多五星垃圾哟，三四星的垃圾，哦。我看到绿队了，绿队，哇，绿队，我看到负二五负六四，哦，我们往那边走、欸，哎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哎、欸，是清怪了吗？清怪了，清怪了，哦，哇，所以没有中了，那些都已经是，都已经是绝盘品了，哇，我刚刚还想抽可以挖一下，限量了。哇，我去把那个带走好了。哪一个附魔台、欸？对对对，哦，拍谁拍谁？我带了，在我身上。好。来我这，来我这。我们要拿命名牌吗？干嘛啦？快点。对对对。可以命名个那个。走了吗？走了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你要去打谁？要打架吗？也可以啊。不然呢？你刚现在是缩圈哎、欸，现在是要缩圈哎、欸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所以照理说应该是要来我这个位置。我们今天好强哦！我以为你要打架。要吗？不要啦，打谁？重点是打谁啊？如果是打那个圣婴，可以瑶可以。瑶还在吗？瑶还是弟弟。击退钻剑啊！绿队我们方块吗？有。绿队缺吗？现在是要没有没有，现在是要说到这边来。所以是我们要往上一点吗？我比较安全、啊你。你要拉弓，对不对？这是几啊？七十。你的那个弓的耐久还剩多少？还很多啊！我刚才射一箭，二一。借我那个附魔台跟铁针。没拿。没拿。我没有铁针哦。啊？我都没拿。你刚刚没拿吗？拿回去拿吗？我刚说我拿附魔台、啊。走走走，拿回去拿。呵呵呵，我以为那是要一起拿的。
然后因为你想说刚刚你就在楼下，我就好吧，我先走吧。哎，窑在我们下面呢。窑前面，前面有没有看到？红色那个吗？哦，对，紫红色。它好像出来了。还没啊？它好像出来了。还没啊？红色那个是隐月啦。隐月不行啊，它也是大魔王，只是三个好像可以。可是我们有贯穿哎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可以，要不要试试？确定不先削弱一下绿队吗？我觉得我们先看他有没有金收回血，或者是我们看他蹲两下，然后反叛他。太过分了。哇，那你这样选举后靠北实况一定都是你。就我那个。重点是你要那个人没选上。你可以把附魔台放出来没？如果他选上，就再也不会更新了。可以做一把弓给我吗？我修修看。哦，这个在这里，你做一下。我就是身上有点满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呀，绿队好像有往我这边接近的。凡心，你还有等级吗？为什么绿队有一个在空中啊？我先看一下修多少。哎呦，我有等级。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保护吗？保护级一吗？一有。感谢。走，我们先去找那个云月吧，因为他身上可能有黄金。哦，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卡欸？开始卡了欸。我的帽子不见了欸。重灯。好。哦，又出来了。Magic。超卡的。云月在我们后面哦。好，还绕了哦，绕到后面去哦。好，走吗？东西我都收了。要找他吗？找他麻烦吗？哎，发现了。哦，我没动。走吧，走。要去哦。到他身上可能有金啊，但起码我们回血完还有机会跟他拼。哎呦，这里有岩浆哦。哦，好。再跳下去，金苹果，这样。对，我们真的要聚一起。OK， 不要太冲。我觉得我们要往上一点，然后看可不可以射到它。来，我去赢哦。要小心哦，说不定他看我们血少啊，就过来了。他跑，但是在这上面可以，在这里可以射他，可以射他，射到吗？可以。骨头，拜托，给我一根，跟一根。哎，狗嘞？给我下去！你不要上来！没中。走吧。他走远了。其实我们真的要看翻新的那个，他只要一射到，基本上就应该满血。他满血了，他回满了。他竟然把金苹果吃掉了。他好像又走过来一点点。金苹果被吃掉了。他想跟我们打啊。打绿队。你们都没金了吧？没了。我还有一个。哇。绿队吗？绿队是汪汪，我觉得我们上树欸。你上糖了没啊？上了，往上一点。你们要上树吗？对啊，比较好射啊。小心动哦。我很怕他们也有弩。我很怕我是摔死的。他们骑马。那就要靠繁星的那个火焰了，要接近一点啊，太远了，好远哦。哎，有一个送回来哎，什么？那是骑马的 bug， 那骑马的 bug，不要被骗，那骑马的 bug， 吓死，怎么送回来？哎，他在下面吗？没有，那是骑马的 bug。你刚刚不在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人在下面。对啊，因为骑马都会这样子回缩在原地。那这样不就影分身？对啊。嗯。哇，这样又回去了。所以
其实上一届也有发生过这种状况啊，所以我在想说伺服器的问题还是怎样，懂吗？嘿 ，OK， 我们要下去吗？他那个又在原地，那个已经是出麻烦。哎、啊，这又回去了。待机限制，对啊，起码就被凋零。我觉得我们要下去。好啊，可以啊。还是我们要走树海？先看下一个缩圈在哪吧。好啊，再等一下。有人向我们靠近了，后面红色。谁？他血好满哦，汪汪的血也满满的。讨厌是发光，发光有点难瞄。就是他们骑马很难，如果有那个 bug 真的很麻烦。哎、欸，不用动。对啊。可是限高是多少啊？70还是80？75到80。75到80、嗯。我们还在里面呢、啊。OK。反正等下凋零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。太高了。哒哒。哎、欸，75到80。所以等于是要站在树上才是那个、欸，哎，还是正确的高度、欸，哎、嗯，他们在地底下都对吧？对啊，不对吧？是吗？我忘了，哎、欸，观众多少？怎么可以直接问观众呢？哎、欸，观众多少？那就发现不对，哦，观众骗人啊，在骗啊。65到75。啊、哦，65哦。我不知道他们讲对不对啊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是，所以要往下一点点。常骗人，我也觉得他蛮常骗人的啦。对啊，爱骗呢、欸。啊，我这个是75，要再下去一个比较保险。再下一个。对。但是我们这样很，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到地面会比较安全、欸。对啊，因为等一下如果逃跑往上，射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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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烧吗？哇！我赞哦，赞 哦！太痛了吧！好强哦，这个好痛哦！太强了嘛！神功哎、欸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！走！他在举盾，趁机！哦！哇！好强、哦！快捡我那把，快捡我那把！我死了啦！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啊、哦，你死了，我以为是你啊！哇！我摔倒的。走吧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是那个雷神，神出一有神，哎，好 man 啊！哇，我们有雷神啊！他卖掉一个队友之后，突然变那么强哎、欸，对啊，好帅哦，超帅！哎、欸，这是献祭啊，要献祭敌人，我们找到了献祭敌人。攻击力就下一届不能骑马了啦！你要往好处想啊，你越献祭两个队友换来一身神装。对。哎、欸，我们有一个超好的弓哎、欸。哦，我知道，13点我刚看到你射到你说，很夸张哎，这么痛哦。夸张，我看到13点，哇，哇，太早了，还在早，你还活着，超帅，还活着，对啊，还活着，励志，哎、欸，这表示，哦，哎、欸，这样看下来，好像是绿队应该会赢吧，嗯，因为绿队，因为紫队已经，除非因为有神装啊。他有神武，他有神武，他有武器不错而已。哦，是啦，可是他们血比较少。哎、欸，你们刚刚看马也是会顺来顺去吧？就那个是 bug，、啊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觉得之后不能骑马了，会吓到我会吓到人。他突然顺出来，他会突然顺出来，或是你看到他一直在那边，然后你打他发现不是这样。对啊，刚刚小鸡本来要冲下树下面杠，说没有，那影分身假的，那假的，那假的啦。